各位善知识，调五是刚才讲的是调身啊，正要打坐修观的时候坐下来，先把身调好啊，就是坐得端正，不要有所依靠，腿单盘双盘都可以，老人都不能盘的话，不妨平坐，就平常是坐，这样子坐下来也可以修观，这个身体要让它端正，不要歪斜，那么这个好像头顶上啊顶一盆水那个样子啊，很正确啊，不偏不斜啊，那么也不要头不要太昂了，也不要太低。就是眼观鼻，鼻观心啊，从鼻子的鼻尖到这个肚脐这个脐的地方，就是成为一个直线啊，大概这样子了，不是一定要用线去量一量了啊。那么大概自己调一调啊，把这个身体坐的姿势大致都调好了，手也摆好了，身体也端正了，然后啊就要要调息之前，先把嘴巴张开，嘴巴张开，把这里面的浊气呀、那个浊气把它吐出来，从嘴巴吐出来，就是，很用力的深呼吸，吸进去呀、把这个里面的气从嘴巴吐出来，尽量的把它让它出来，那么。把这个肚子里面啊，这个里面的这个胃气从嘴巴尽量吐出来以后，然后嘴巴闭起来，闭起来啊，从鼻子吸进去，鼻子吸这个干净的空气进去，就是把这个二氧化碳把它吐出来啊，然后把这个干净的空气阳气啊吸进去啊，这样子会使身体的这血液循环呢，会使它很正常。对身体打坐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坐下来身体都调好了，坐好了，然后嘴巴张开啊，让这个浊气整个把它吐出来啊，那么吐出来之后嘴巴闭起来，从鼻子吸进去啊，深呼吸的方式啊，慢慢的吸，一下子把它这个外面的干净的空气吸进去，这样子啊一出一进啊坐三次。做三次啊，假如没有什么问题，身体很正常，一次也可以，一次也可以，看看自己的情况了啊。那么大概呀、把它做三次，做三次之后啊，你要调息要静坐的时候啊，或者是还没有吐气之前，先把这个身体动一动，摇一摇，然后坐正。或者是把这个气吐出去之后啊，把这个身体让它这个摇动一下啊，整理整理，摇动一下啊，这样子让它调活。那么这个摇动的用意在哪里呢？恐怕我们刚坐下来的时候啊，这个全身的这个血管啦、骨节啦、经脉啦，如果有坐的不调活的地方，不调活的地方，这样子摇一摇啊，它会整齐的啊。就好像这个抖一抖啊，让它这个调顺啊，这个血管呢、全身的气脉啊，让它都能够很正常的流通。那么这些工作通通都做好了，这就得坐下来了。到了这种情况啊，才算是调身调好，才算调身调好。真正学习打坐哈、最好是看出这个小指观了，好好的下番功夫啊！我说的只是提示这个主要的地方啊，重要的提示大纲啊。我讲的这些都应当都要做到，要做到。那么坐下来啊，才会好好的用功啊，才会有成就的。所以这个身体都调好了，那么就坐得很端正了，就不要再动，不要再动啊。那么然后啊，就是调息，调息是伏息啦，双腿。呼吸调息啊，书本上写的是不色不化。什么叫做色，什么叫做华呢？色是尖色，气息不通啊，
啊，气息不通，好像这个感冒的样子啊，这不神通，这个叫做色啊，下啊色，或者是呼吸太快了，很急促了，化就急促啊，呼吸很急促很快，好像这个跑路跑很跑得很快啊，突然间停下来啊，这个呼吸就喘气啊，喘得很快，那种情况就叫做化。调和这个呼吸气，就鼻子的啊呼吸，调和这个呼吸呀、啊，虽然书本上只是说是不色不化，但是按照小止观里面的调的方法呀，要调四种情况，前三种都是不正确，要到第四才正确。啊，这个呼吸有四种情况的相状，第一是风相，吹风的风啊，第一是风相，第二是喘相，气喘的喘啊，第二是喘相，第三是气相，啊，空气的气，气相，第四才是息相，调息的息，息相，前三种是不好的，要调到第四种才好。第一种的风相啊，就是你在呼吸的时候，自己能够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好像风在吹，啊。自己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啊，那叫做风相，是最不好最粗气啊。如果你的呼吸坐在哪里，觉得自己能听到你的呼吸的这个声音，那叫做风相，这个就不行啊，要慢慢让它静下来，不要让它有声音。第二的喘相啊，就是这个呼吸虽然没有声音，没有风向，没有声音，但是节制不通，节制不通，好像要喘的那种情况，好像要喘啊，就这个呼吸啊很不通顺，节制不通，不通顺的情况，那叫做喘相，这个也得调，不要让它有喘的形象啊，不要让它节制不通，让它很通顺，呼吸很通顺，很自然的。第三的气象啊，空气的气，气象虽然没有声音，也不会解制，也算是通常，但是呼吸不细，呼吸不细，比较粗，比较粗。我们平常的呼吸差不多都是在停在这个地方，停在第三气啊，你说它声音嘛，风向好像没有声音啊，除掉你在跑路喘得很紧的时候会有风向，那么平常时的呼吸呀，自己没有听到声音，没有风向，喘嘛，我好像没有喘向，没有节制不通的情况，但是这个呼吸呀比较粗，比较粗啊，虽然没有声音，没有喘向，可是这个呼吸比较粗，比较粗啊，不细啊，也会出毛病。所以这个小止观里面说，如果是风向的呼吸，手之则散，守住这个有风向的呼吸呀，你在哪打坐静不下来，静不下来，一直散乱啊、如果是喘向的呼吸，如果不调好啊，手之则结，结总结的结了，就是节制不通了。你把它守住啊，这个呼吸在气管里就是节制不通，好像这个水呀、不流通的情况，啊、不自然不流通的情况，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静坐修行也修不好的，啊、止观也做不好。所以第二，这个喘相不能守，守着就结。那么这两样都没有了，第三。气象哦，自己觉得这个气呀、虽然是没有风向没有喘向，可是这个呼吸比较粗，所谓比较粗啊，自己知道哦，这个呼吸进去啊出来啊清清楚楚知道，那种情况如果你保守住这种粗的气，守着这牢守着这种的情况啊，那你会变成很容易劳累，很容易劳累，心静不下来
那么必定要调到上面三种都没有。第四就是 C， 止，这个止息的 C 啊，也没有声音，也不会接字，也不会出。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呢？这种情况的伏息呀，绵绵密密啊，绵绵密密，若存若亡，好像有好像没有。坐在哪里呀，这个伏息呀，自己不会觉得很显明的伏息情况，好像有好像没有啊，这个绵绵密密。学习修止观打坐的人呢，有一种要坐观，就是在这个调息的时候啊，要观想自己的全身的毛孔摩更啊，全身的毛孔啊都能伏息，要这样子坐想，不是单用这个鼻子伏息呀，单用鼻子伏息不够的，要全身的毛孔通通伏息。所以你修这个息相的时候啊，自己观想，观想这个全身的毛孔都在伏息，这个空气啊就在我们全身的毛孔里面进出，不一定要靠这个鼻子，要把这个功夫练好了，将来就可以入第三禅，超过三禅而到四禅。四禅的禅定啊，没有伏息，没有伏息。三禅还有伏息，很维系很维系的。到了第四禅的功夫啊，没有伏息了。假如一个人打坐修禅定啊，能够修到第四禅了，那么他这个身体要保持多久都可以啊，那真是到了这个生来去自由的境界了啊。那么如果你能够打坐锻炼到这个不用伏息，不用鼻子伏息，用全身的毛孔伏息，那不得了了啊。这样子的打坐禅定修成的话，如果达到第四禅，就完全不用鼻子伏息，只靠这个毛孔啊，空气从这个毛孔进出，那么这种人他的身体就能够支持很久了。所以玄奘三藏到印度去的时候，经过丛林最高的那个地方高原，他发现有个很大的雪呀，白雪，天上落下的雪啊，一大堆的雪啊，这个样子很像里面有一个人在哪打坐啊，他就觉得这里面必定有人，所以他就用这个带着的铲子啊把它挖开，果然呢、这个距离这个雪的地雪白雪的地方啊还有一段距离，里面一个人坐在哪里，这个雪啊就是好像一个壳啊，好像这个壳把它遮住一样，它不会靠到这个人的身体，这个人就是入第四禅了啊。那么像这种境界啊，他就是不用鼻子伏息，不用鼻子伏息，全身毛孔都能伏息啊。那么你以为像这种情况是死掉吗？不会的，他血液循环是正常，一切正常。所以这个人把这个血挖开之后，发现呢他的头发往后边长，长到这个后边背上一大堆的头发很长，手指甲也在长，这个他的手这样摆住啊，这个手指甲两边长起来绕他的身体好几圈啊。所以他不用鼻子伏息的人，全身毛孔伏息呀、他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啊，这个血脉流通的情况一切正常，一切正常，不会死掉的。这个人坐多久呢？说是他是在释迦牟尼佛之前迦舍佛的相法时代，因为他没有见到佛呀，他修的禅定的功夫很好啊，因此他入定啊，他想要等到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啊，他要来亲见释迦牟尼佛。结果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成佛说法的时候啊，他才入定啊，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入定的人呐、你就开大炮他也不怕，大地震动也不怕，他听不到，所以佛出世他也不知道。玄奘三藏把他挖开了，看到这个人呢、坐在哪里入定啊，入定的人任何声音都动不了他，只有一个引磬啊，这个大胆你敲的流云嘛，引磬拿着在他的耳朵边轻轻地敲三下，他就出定了。哎，
这个人出钉子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说：“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了没有啊？”这个玄奘三藏说：“已经入灭好久了啊。那你这还坐在这做什么呀？”他说：“我就是没见到佛呀，我要等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候，我要来见佛啊。”那既然这样子，我再入定，我等弥勒佛，等弥勒佛，啊。这玄奘三藏说：“您这样不对，不行呐、啊。你到了弥勒佛出现之前，又没有人来要你出定的话，你还是照样见不到。那你永久坐下去，要跟这个世间同修了，啊。那么这个世间叫到坏界的时候，那你就完了，哦。”那么虽然你的身体可以来去自由，可是这个世间地球是会坏掉的啊。那么这就是到了第四禅，不是第四禅没有这个功夫的啊。那么因此，当然我们不是说是打坐马上就到第四禅，没有那么简单了哦，说说而已啦，听起来蛮好听的哦。但是呢，真正要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可是我们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调息啊，到了第四调息哈，这个调息相成为息相的情况啊，就是一方面要做惯这个全身的毛孔都能呼吸，做惯全身毛孔都能呼吸，这样子想的话，久而久之这个鼻子的呼吸他自己就不感觉了啊。也许你们的根性很厉啊，我这一说你今天晚上打坐就入定了啊。所以这就是调息，先把这个息调好了，那么要把息调好，也有个办法，把心的用心的功夫啊，这个心力啊，往下，不要往上提，往上提心就散乱啊、所以这个打坐的人呢、平常时都是安心在其间。这个旗之下一寸左右啊，所谓丹田安在丹田的地方。如果把心注意安心在这个肚脐之下一寸左右的那个丹田地方啊，他心就能够静下来，呼吸也能正常，功夫也能做好啊。不过这个安心丹田的这种做法呀，男性是不成问题。我曾以前讲过了，以前在讲这种道理的时候啊，过了之后有一个这个尤婆姨跟我说了啊，她说这种做法呀，安心脐下的丹田呢，女性好像不适当，女性不适当啊，尤其女性有生理关系的时候更是不适当，她说会出毛病啊，会发生这个女性的毛病。那么这个情况我是没听过，第一次听到。那么第一次听到啊，如果是这个女性的这个行者呀，你不妨是测验看啊、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假如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不能这样子做惯了出毛病就反而不好了。男性是不会有问题啊、这是我在讲过几次才听到人家的经验啊，那么是不是如此不得而知啊，就在这里顺便提出来啊，给诸位做参考啊。如果是心散乱的时候，如把它安心在这个所谓丹田脐下，丹田，我这是安心在脐间，这样子这个心就能够静下来，坐得住，就不会打妄想。如果是一直昏沉，老是想睡，坐在这一直想睡昏沉，假如昏沉的时候就安心在鼻尖这个地方，把精神呢、把心力、安心在这个鼻子就全神贯注啊、这个怎么安心法子呢？这个很难说不出来的东西了，要靠自己用心去研究。那么如果安心在鼻尖呢，鼻子这个地方啊，就是你用力把眼睛看这个鼻尖啊，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假如你坐在这里一直想昏沉，想要睡觉，爱困了，一直要就点头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眼睛呢就往下看这个鼻尖，全神贯注在这个鼻尖，全神贯注在这个鼻尖呢，他这个心就往上提，
心力往上提啊，它就不会分神，不会往下了，不会分神，所以就能够对治分神，这是一种方法。假如分神太严重了，就把安心比肩还是不行，可以再往上提，再往上提。按照止观里面说，也可以安心在这个迷两个迷茫的中间，把精神灌注在这里。他这个精神灌注在这个迷茫的中间，怎么样子修烦呢？就是如果你一直分神哈，一直爱困，那你就把眼睛睁开，对面看。假如你是对住佛堂的话，你眼睛看住佛，啊，或者是对住墙壁啊，眼睛看住墙壁，眼睛往对面看，那么心里想啊，自己这个迷茫的中间呢有一个白点，好像佛的百毫像，我们也有啊，就难免长出来就是了。啊，可不能挖开来看看哦。那么这个迷茫的中间，佛有这个百毫像，你看佛像这个就安了一个珠啊，白色的这个反光的珠啊，那个宝珠的样子，那就是表示佛的百毫像。假如这个意识分成安心比肩还不够，那你就把精神提起来，把它安心在这个迷茫的中间，两条迷茫的中间，就是佛的这个百毫像的这个地方，眼睛对面看。真的大大的，那个睡魔王啊，他就会跑开了，啊，那么眼睛睁大看，那么想着我这个迷间啊，这个有一个白点啊，很清楚的灌他，这个放光，出来光明，哎，这样子一对峙，他这个分神呢、啊、就不会了，有心能提起来。再不行啊，还可以把这个心力啊往上提，提到额头，提到头顶。这个做法虽然可以呀、啊，有的时候会出毛病，会惹火呀，惹火就是这个熄火会往上升，老是往上灌呢、啊，熄火会往上升，熄火往上升的话会出毛病，提得太高啊，出毛病什么情况呢？他会疼，会头痛，你们全身灌注在头顶上，这个熄火一直往上升，好了，他会疼，头痛。甚至头盖骨都会痛，你灌注在这个额头，他也会觉得这个额门这个地方会痛，啊，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方法不能常用，不能常用，不会用的人也不能用，哦，这是都是内行话呀，内行话呀，啊，外行人要听不哦，哦，不大好了解，啊。这个不能随便做啊，我虽然是这样子说了，你不能随便这样做，随便做啊有的时候会出毛病，假如你这个功夫没有到这个程度啊，那这个灌不好修不好，结果出了毛病了，甚至这个魔镜现前都有可能，所以要小心，这是真正有修持啊、那么碰到这个严重分尘的时候，偶然提它一下子，不能久用，偶然提它一下子，对治好了马上就把它摆下来，不能让它停在那个地方，这个好像用毒药治病啊、良医用毒药治病啊，病治好了这个毒药不能用的啊、你不要把它当作家常茶饭了，那就危险了所以这个智哲大师在这个止观里面说，如果是把心安置在丹田，那是比较正常的啊、往上提啊不能常用，不得已偶然用一下，用过就好了，不要再继续太久。那么这都是要有功夫，必定要从这个最起码小止观，您把这个同盟止观下过一番功夫，真正照这样做过了，会体验得出这个道理，否则说没有办法懂的啊。这是调息啊，那么身体放宽，想这个全身呢从毛孔里面让他这个伏息进出，那么这是调息的方法，息调好了，其次最后一个就调心，调心，啊，身体也做得端端正正，端端正正，伏息也在第四息，不是风向，不是船向，不是气向，而是息向。绵绵密密，似有似无，若存若亡，在这种境界里，他这个伏息呀、啊，很自然的进出，好像细水长流，细水长流。
而同时心里作惯了，全身毛孔都会呼吸，啊，这个空气啊就从这个全身毛孔里进出，那么鼻子的呼吸可有可无。到了这种境界，那你的做功啊就容易成就了，调息。那么最后调心，要使这个心啊不沉不浮，沉就是分沉了，往下沉了，好像石头丢到水里一下子就沉下去了，啊，那么这是分沉散乱，这是打坐的人的两个大毛病，啊，无论是谁打坐，都会发生这种毛病，不是分沉就是散乱。一坐下来呀，打妄想啊，妄想好多啊，想东想西呀，无事不想啊。有些人什么叫做妄想他还不知道嘞，他在打妄想，他什么叫做妄想他还不知道。所以从前有个老禅师，度了一个小徒弟小沙弥，13、14岁的小沙弥，师父是打坐坐禅的，那么这个小沙弥跟师父学，应当也学坐禅了。可是这个13、14岁的小沙弥他懂得什么呀，他怎么能够坐呢？不过他总得学坐啊，就坐在师父的对面。坐了一会儿啊，这个小沙弥就在冷笑了，嘎滴滴起来了，哦，他自己在笑了。嘿，他一笑给老师傅看到了，老师傅就呵斥他，嘿，打坐不打坐打妄想，你们不打坐的打妄想，呵斥他。这小沙弥听到了，师父啊，我没打妄想，哎，我没打妄想。那你没打妄想你在笑，哎，哦，师父，你问我笑了吗？那我说给你听啊，真是真好笑的。他说什么事啊？他说我坐在这里啊，我就想到我在家里还没来之前啊，我在家里啊，我的妈妈，我家里没有吃素嘛，吃荤啦，啊，我要抵油关啦，抵油关啦，哦，对抵油也关啦，哦，那么这个抵油关呢，肚子比较大，啊，这个口比较小，家里养只猫啊，啊，那个猫想要偷吃这个猪油，啊，它头伸进去了，刚好伸进去，拉不出来了，拉不出来，哦，人来了，它害怕吗？它就头啊顶住这个猪油罐子就跑了。我想到那个猫啊，啊，带着猪油罐子跑啊，我就笑起来了。这就是妄想吗？怎么不是妄想啊？你们在打坐念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的，鸟的牙底有关了的照，哦，很好看，想到就得笑出来，你看到没有啊？你在小的时候啊，你家里你妈妈的这个底有关了，放在这个灶上啊，灶开呀黑的，这个猫去偷吃，结果这个头伸进去了，拿不出来，哦，他带着这个底油罐了就跑了，这看起来不是很好笑吗？所以他笑笑什么？要笑这个，这就妄想啊！你在想这个猫带着猪油罐子走，这个不是妄想是什么？啊，所以有些人他学佛学了一辈子，什么叫做打妄想他还不知道，啊，什么打妄想？我没妄想了。啊，没有妄想，有杂想，有杂想没妄想啊，想东想西，无所不想，什么都想啊，这就是散乱。坐下来不是分尘就是散乱，啊，分尘嘛，坐下来就想念大悲咒，呼噜呼噜，爱困了，啊，不是爱困就打妄想，打妄想，想东想西，什么都想，想起你从前当小孩的时候，在玩什么东西，做家家酒，或者是骑竹马，或者玩什么，那么还想到你的老师怎么打你，有这个竹竿子把你的头碰了一下，好痛，那么现在还要想要报仇，那么如果看到这个老师，我要打他一顿，这些念头都升起来了，这就妄想，所以调心。要使它不沉不浮，分沉的时候要对治。刚才说调息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个对治方法，那么在止观里面呢有详细说明修止修观来对治这个分沉，那么如果这些方法都没有办法对治好啊，坐在哪里还是一直想睡，那你就得起来
不能再做了。如果是个人自修，可以起来。大众共修当然不能随便乱动了。个人自修打坐，假如你坐在哪里一直想睡的话，你就得起来。啊，起来做什么呢？想办法对治啊。既然一直要想昏沉想睡觉，如果是在冬天，您可以去洗冷水呀，用这个毛巾，打这个冷水，让脸上一擦，他马上就醒过来了，冷水一盆一擦，一擦他就会醒过来。从前日本人呢、很残忍呐、他这个打人不怕死的，这个警察打人的是好凶啊，他把人打得半死了，已经没有呼吸了，他用冷水一泼，又活过来了。可见这个冷水很好用啊。那么这个冷水一擦呀，这个昏沉鬼就会跑掉了，睡魔啊就会跑掉了啊。假如洗冷水还不行，坐下来还是想睡，那么古人呐、头悬梁锤刺骨哦，假如你怕痛这样子不行的话，最好你去拜佛好了啊。头悬梁锤刺骨这个太痛了，吃不消啊，或者是你还办不到，起来拜佛，起来拜佛，好好的多拜佛呀，一方面能消业，又能对治昏沉，又是修行的功夫，或者是经行，或者是拜佛都可以，就是自己想办法对治啊。昏沉的对治用这些方法，真正想睡不能让他坐在哪里睡觉，必定要起来啊，想办法对治。如果是散乱心重，就是除掉上面所说的那些对治方法之外，也可以把这个心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啊。观一切法因缘所生，当体即空，观自己的身体四大五蕴假合啊，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啊，这个四大啊，地水火风啊，五蕴色受想行识，哪一个是我，我在哪里啊，少你的我啊。或者是也不妨观想啊，父母未生前我在哪里，长得什么样子，是不是这种脸孔啊，这样子下功夫啊。如果是念佛的人，你正在念佛吗，一直散乱打妄想，那你不妨啊观佛，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像，或者是把那个字作观，或者是记数念啊，一方面记数一方面念佛也能对治。或者是把那个字作观，用字作观，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一个字一个字慢慢作观，也能对治啊。总之对治方法很多啊，自己想出办法来对治它啊。只要把这个妄想对治下去，问题就解决了，就是把这个道念呢、让它正常，不要使这个妄想相续啊。这是调心要不沉不浮，这样子才能用功啊。这就是第四条五事啊。这五二十五当中啊，第四条五是身系心三种，都是在用功的时候调的，用功时候调，饮食睡眠平常时调啊。平常时饮食睡眠调好了，用功的时候身系心能够如法调，问题就容易解决。那么五二十五个方便，最后个五，第五行五法。这个所谓行五法呀，可以说只是一种进策，警策自己，勉励自己啊，对这个修行的功夫希望往上提升啊，对这个世间的贪着希望能够往它往下减少啊，主要是在这里。所以这个行五法就是第一啊，要有这个厌离世间之心，就是欲；第二精进；第三念；第四巧慧；第五一心。这五样啊，就是五种法啊。要修止观之前，要先修这五种法子。看就正文，第五行五法，哪五法呢？一欲，欲啊，这是欲望的欲，可是现在这个欲也是希望的意思，打算希望啊。希望什么呢？欲离世间一切妄想颠倒，欲得一切诸禅定智慧门故。这是修止观学佛的人呢、都应当要有这个期望，
不但是修止观如此，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又应当要有这个期望，希望能够远离世间的妄想颠倒。我们在三界六道轮回上是都是有这个妄想颠倒啊，认为这个世间很好，很享受，很快乐，那么贪生怕死，一切，那么因此都没有厌离心，所以无量劫来就是轮回生死啊。那么现在既然懂得佛法了，我们念念希望啊，能够舍离这个世间，对这个世间的一切妄想，就是不实在的想法呀，你所心里想的啊，实际上活不到100岁呀，可是枉做千年计，什么都在打算做永久的打算啊，这都是妄想啊。那么本来这个身体有生必定有灭的，那你希望它永久不死，这个都是颠倒啊。颠顶也，头顶本来对天的，现在把它倒下来对地，那叫做颠倒，那么就是说不正常的。依佛法来说，贪着世间这些不正常的想法啊，把世间看作长乐火境，这些错误的见解呀，应当把它去掉。希望能够得到出世间的一切禅定，诸禅定包含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希望能够得到禅定，开发智慧啊，得生诸禅定，即灭苦智慧啊。希望修行啊，目标就是能够得到禅定，开发智慧，不在禅定智慧方面下功夫，老是在世间法上打转，生死怎么能了啊？不可能了生死的。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84000法门，任何一种法门的修法呀，都要有这种心，就是厌离世间啊，求证这个禅定般若智慧啊。假如你没有厌离世间之心，老是认为这个世间太好了啊，这个没有办法解脱。所以这个欲啊，就是期望厌离世间的苦恼，希望能够成就出世间的禅定智慧啊，由此断烦恼了生死，这是根本目标。第二是精进，精进怎么精进法子呢？精进的道理大家都懂了，这里所说的精进啊，就是要坚持境界，弃于五盖，初中后业勤行精进故。在精进修行方面，就是对佛制的戒法呀，自己所受的戒如法受持，坚定的心去受持戒法啊，不要有所违叛。那么如果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升起五盖之心，五盖在前面讲过了啊，贪嗔睡眠吊回疑，如果这五盖的心有一种升起来，就要对治它，把它去掉啊。平常时初中后业努力进修啊，初业后业要补不足，中业不得已休息一下啊，所以就是初中后业尚且要努力勤行精进，何况是百天呢啊，更要努力进修，念念在佛法上下功夫啊，不要使这个时间啊光阴空过。三，念什么呢？念世间气狂，可轻可贱，禅定智慧可重可贵，这都是跟凡夫心相反的了。凡夫嘛，都认为这个世间很好啊，啊，不知道这个世间是在骗你呀，欺骗呐、啊，狂也是骗呐、啊，说出的言辞来欺骗你，就是狂啊。我们这些三界六道众生都是无量劫来被这个世间所欺骗了啊，那么都被他所狂妄了，那你根本就没有舍离之心啊。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间是在骗我的，我们就遭到这个世间的种种的无常之境所欺骗啊，那么所以轮回生死，现在知道这个世间法，一切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欺骗我，都是在诓我
这些可亲可见，应当要看清它，应当要不要把它看得很尊贵啊，是个可见的东西，见就是贫贱的贱啦、啊，啊，不是可贵的啊，可贵就是尊重啦，可见就是值得这个不值得尊重就是啊，是很贱的东西啦，例如这个好像鞋子坏掉了，应当对丢掉了，必须啦，是很可见的东西。把这个世间看作这个破鞋子，啊，你不要爱着它，这样子才能超出这个世间呢。假如你老是觉得这个世间蛮好啊，啊，那么就没有办法超出这个世间，所以认为这个世间都在骗我，我都遭到这个世间的欺骗，那么这是可听可见的，我们不能再上他的当了，啊，人家上一次当能够学一次乖，我们啊在这个世间中啊已经上过千万亿次的当啊，一个乖也没学到，到了今天还在这里轮回生死。佛所说的禅定、般若智慧，这是最值得我们尊重的，这是最可贵的，所以叫做可重可贵。我们要求成就出世间的禅定，成就出世间的般若智慧，来断烦恼了生死，这才是根本办法。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话，生死就没有办法了的，永久在三界六道里面，别想出苦了。第四，巧慧，巧啊，技巧，巧妙，有巧妙技巧的智慧啊，善能分别这个世间、出世间，好坏啊、贵贱，善能分别。所以说四巧慧，什么巧慧啊？酌量世间乐，禅定智慧乐，得是轻重等。世间固然有少少的乐，酌量就是比较了，比较。您拿世间的快乐来跟禅定般若智慧的快乐来相比较，啊，世间的快乐能比禅定的快乐吗？世间的快乐能比这个般若智慧的快乐吗？随得随失，随轻随重，等者等于其他的多方面的观察。你把它比较一下，哪一种宝贵啊？世间的快乐宝贵呢，还是出世间的禅定智慧宝贵？出世间的禅定智慧是得，世间的快乐是失，世间的快乐是轻，出世间的禅定智慧是重，是可贵的，可尊重的，要有般若智慧啊，这样善能比较，把它比较出来，时时有这种的观念啊，那么对这个世间呢才会有厌离心啊，你不会老是想到哦，这个世间太好了，我还有多少工作没做啊，我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那么穿的是绫罗绸缎，那么一出门呢就是有宾士，好快乐啊，那么开着这个最高级的车子兜风啊，那么你人家一看你的气派不得了啊，可是无常一来了，呜呼哀哉，还不是一样，哪个带得起的啊？来时空空，去也空空，来啊、空手来，去也是空手而去，哪一个带得去啊？再好的宾士你能带得去吗？现在人喊愚痴哎，这个死人死掉了，他也用纸去做一些宾士车子给他，也做过冷气给他，还做了一个这个楼房给他，有汽车有洋房哦。这个能受用吗？你想想看，你这个纸弄的是一个空架子，里面也没有机器，它能受用吗？它到地府里面能开车吗？有没有这高速公路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真是这个愚昧的地方实在太多了，那么要用般若智慧啊去比较比较，那些都要舍掉了，第五一心，是专一起心啊。来使这个般若智慧开发，修禅定啊，所以念慧分明，明见世间可犯可恶，
善是禅定智慧功德可尊可贵，要专一起心修禅定。为什么呢？有念念不忘的这个正念的般若智慧啊，分明的观察世间一切诸法，明明见到世间诸法可犯，犯是犯难了，是不好的，会有灾难在这个世间总是可犯可怕的东西，会使我受苦的。可恶就是恶啊，就是厌恶了或者有的叫做恶，这恶只是一种厌恶而已了，恶是不好了，这个不好的当然要厌恶了简单说，对这个世间我都厌恶它，我不喜欢。那么善能分别认识这个禅定般若智慧的功德可尊可贵，那么这就是所谓行五法了。这用心时时观察，不管你是在打坐的时候或者是在平常时尤其在平常时时时有这种观念下面是总结这个25方便科判呢正说25方便之后有个总结啦，科判里面有此25法为四教前方便。这个25方便呢就是藏通别院四教的修行的前方便，故应须具足，因此之故应当要具备若无此方便者，世间禅定尚不可得。如果没有这个禅呢，这个方便呢，世间的四禅八定尚且不可得，其况出世妙理乎？那么何况出世间的微妙的道理更是得不到的然前明教即见顿不同，方便异义。那么前面所说的四教既然有见有顿的不同不一样，那么他所用的前方便多少也有不同的地方。依何教修行，临时审量而，你是依哪一种教门修行，藏教、通教、别教、原教，你是哪一种根性，怎么样子修行，应当临时审定量多而加以细心的研究，应当怎么修那么这应当要研究止观，止观里面有详细说明。那么这就是25方便说完了那么下面是说正修，就是实证观法的正修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下课。